这次兔老爹来和你说一说这个经常被咱们中国人误读的单词。它的主要错误读音有 strang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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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range。 注意哦，这个词的正确读音是 strange， 其中的元音是双元音 a， 而不是 a， 也不是 a， 更不是 a， 所以不要读成 strange, strange，或者 strange。 兔老爹，我的猜测是因为咱们中文这个汉语拼音读作安，所以很多人看见 an 这个拼写就本能的想读成安，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请看一下英语兔元音视频系列中的那个讲 a 的视频。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字母组合 tr 在 s 后是不送气的 z， 而不是送气的 ch， 所以不是strange， 而是 strange。 请再跟着兔老爹我练习一下 strang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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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ster Strange, not Mr. Strange。 如果你在这个音上中招了，请在公屏上打一个一。兔老爹我也很想知道这个视频对咱们多少人有帮助。与 strange 读音相似的而且经常被读错的词还有 train、danger、dangerous， 注意不要读成 train、danger、dangerous。 请再跟着兔老爹我练习一下 train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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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 train、 they're taking the train、 stop the train、 stop the train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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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ger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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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ger。好的，这次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英语兔有用的话，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十分感谢。咱们下次再见。